你是要去找那个叫穆子熙的人吗？你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你说什么？鱼儿是因为带了镯子才愿意嫁给我的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镯子虽瞧不出一丝妖气，却邪得很。麒麟山的妖女就是用它蛊惑了你父亲。我不信，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坏了，侯爷。 你是要见孩子无论更衣呢，今天可是要换喜镯呀。侯爷，这镯子你还没换啊？我讲过了，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，我就想在成婚这天戴，多有意义。 你不能走，陆翔，你已经嫁给我们侯爷了，放他走。侯爷，嗨，原来是个误会啊，我还以为你真的喜欢上我了呢。既然是弄错了，那就算了。你是要去找那个叫穆子熙的人吗？你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 小红，对不起。你和我之间有什么可说对不起的呀？鱼儿，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你喜欢什么，我就送你什么；你不喜欢的，我一定不会勉强你。 见你之前，岁月凌乱无言。真鱼儿。用生命逐渐，黑暗吞噬不了所有希望，天网。